锦衣之下正在热播，剧中任嘉伦饰演的陆毅大人可以说十分会聊了，一下子又圈了不少粉。而他在红的时候主动公开恋情婚讯，宣布和聂欢结婚，对家庭有担当，娱乐圈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，这一定是绝世好男人无疑了。而近期有网友表示，一点儿也不羡慕任嘉伦老婆，除非他在家穿古装，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。非凡娱乐。